锦田真系好多狗狗友善嘅餐厅啊！今次要介绍嘅一间咧，系可以带狗仔嘅日式厨师法版奥马卡西。至于泊车方面咧，就唔使担心嘅。当你 WhatsApp 阿店主嘅时候咧，佢就会介绍你去泊咩位置噶啦。咁佢介绍咗两个地方嘅，比较平嘅咧就系泊喺惠康超级市场嗰边，咁就$18一个钟。由停车场出发行过去就大概4分钟左右。抱住佢哋嚟录片咧，唔容易啊！我哋行过咗龙啊，咁呢间嘢咧就喺巴士站嘅隔篱，见到嗰、那个。锦田医院咧就喺附近噶啦。几好食呢个。暖暖地，好冻冰冰嘅沙律。好饱。